吗？现在别回来。现在不安全。妈，可我想离开这里。不行，再等一个月。我真的好想回家。既然我们都在上网课，留在美国的意义是什么？每天除了喂猫，玩我的猫，看特朗普，除此以外我无事可做，唯一的乐趣就是去超市了。回家的路变成了我最长的旅途。消毒变成了我的日常。有很多留学生跟我一样被困在美国，我希望疫情可以早点结束，这样就可以早日回国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